来，接下来我们就讲讲草药，草药很快的哈。所以呢，这个就是我们的西伯利亚银杏跟人参，听到没有？所以呢，人参是补气养颜，听到没有？人参呢，它如果在这个《本草纲目》，它也叫地精 ，OK， 或者是百草王，听到没有 ？OK， 所以呢，人参呢能够补什么呢？肾精，能够补呢我们的这个五脏里面的这个阳气。所以手脚冷的，脚冒汗的，手冒汗的，补这个很好 ，OK。然后呢，人参呢也是可以帮我们的微循环哈、哦、，OK， 有非常大的帮助。比如说脑部啊，它能够预防脑中风，啊、哦、，OK。然后呢，帮助我们的一些，比如说有眼睛问题的，我们的银杏人参都有很好的这个功效。哦、OK， 好，所以如果你再配搭一些眼部的问题呢，你就可以加银杏人参给他，明白没 ？OK， 好，来我们看，人参也可以提高我们的免疫反应哈、哦，我一天吃2到3颗是每次的，好、哦、，OK， 它有一些吸血的功能，好、哦、，OK， 甚至如果在我们的《本草纲目》里面有想到，它也有壮阳的功能。听到没有？一讲到壮阳，所有男人的一天吃几粒啊 ？OK， 好。